已经发现人质，赶快通知爆炸物处理处。Roger. Who's that? We have found the subject. I say again, we have found the subject. Over.SBI bomb squad now. 九零，尽快。来的时候以为开的是空弹，然后突然间知道要开真的，心跳加速，然后有一种从里面冒的冷汗啦。刚刚是真的这样子，然后戴上了耳机以后，真的很清楚的听到每一刻每很清楚的心跳声啊。刚开始他稍微移这个纸牌，我们都吓到，哇，那个声音有被哇什么事这样，然后现在都好多了。而且警官说我有进步，所以我蛮开心的。我觉得是我不够力扑那个 trigger 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允许我用两个手指去开那个枪。这个是比较，其实不是困难了，只是不一样的方式。可能男生用一个手指就可以，但我就需要用两个手指。警威天职饰演的是韩小阳，韩小阳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然后希望证明给父母看，因为他父母是我爸爸是一个企业集团的一个总裁，他希望我接管他的生意，那我就有自己的理想，为了证明说我是可以办到的，然后我就来加入警队。其实我还没有念完大学我就辍学，然后只为了证明给爸爸看我是可以做到的。这一个角色跟我以往的角色差太多了，就是一个很新很大的挑战。当我接到这部戏的时候，其实我 panic 了四天，我在家想说怎么办，我现在怎么办，我完了。可是后来经过自己的心理调试，也经过身边的人鼓励，监制也跟我说我对你有信心，干嘛你对自己没有信心，然后我就觉得 OK，然后我就开始每天有做运动，就是有爬楼梯，每天爬130层的楼梯，然后去每天嘞。不过开戏了，开拍了以后就比较少了。后面会有蛮多场戏，就是追贼啦、爆炸啦，然后有人跳楼啦等等的，都是比较一些惊险的。想到现在开始新冠，因为之前每天配枪哈，只觉得那个枪很重，但都没有觉得说有警员的感觉。今天真的开枪了以后，就有那个来那种感觉是不会表达，反正你要试过你才知道哦。就是那种你突然间拿那个枪，你就觉得那个枪是属于你自己的，就是那个枪是我控制的。